你们这样的敌人打，就算剑是断的。你咋的呀？剑断不断的？不灭。平雷抽一下。点个小肥皂。过来呀，哈哈。你跳过来吃我一个扣，马上他死。三二一，我真想去打个盹。靠墙必死，先撇个肥皂。捏过来抽一下，这个居然扛塔了，我不能接受啊。嗯，干啥呢？走了，回家了。你要干啥呀？再见。老蜘蛛，哎，这蜘蛛的双棒都打完都上来了，哈，怎么才打红呢？打的也太慢了。看起来和锤子很配。我希望那位英雄喜欢我。哎呀，对了，我英雄联盟抽奖那个没过期吧？我还有币着呢，牛币我还没用呢。我要进行到底。靠！牛什么牛币？真牛币！每一步都是更接近目标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抽一下，一过来 W 牛 A 接扣，接平雷，接平雷，一个小飞盾接平雷，致命点呀，这家伙这秀的，哎呦天，先来他个一层塔皮，抠你一下。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直接给他锤飞，让他吃不着经验。先来个斑比的勇招。属性面板开一下，看看天赋打了多少伤害。你要开不开啊？我就不。哎呀！
伙计，找人是很难的。撇肥皂。哎。撇肥皂，居然敢捡我的肥皂，我没有想到。撇肥皂，给他一走了，有点难受啊。撇肥皂，在这装装也行，装吧。对不起了，把盾放脸上。回家了。先把我这塔皮能吃的，我费点劲不吃了啊，来个军团盾。知道我会用什么吗？手推车。我得来个咖啡卷。战瑞文上哪去了？墓地，不好意思，扣一下。撇盾，抽一下，抽一下，死了，三二一，死，一套脸。爆破有，那应该没了。即使瑞文这波有船，啊，也依然还是没了。啊，不能没，没不了。哎，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我天！闲聊时间已经结束了。出门，谢谢抽奖机器的皇冠，谢谢谢谢。哦，你想打一架吗？我的锤子也响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我要拆一血塔了。来一波虾仁诛心。
他这边在塔下，我们应该耗他一波没啥问题。贝贝，有些东西太重要了，无法放弃。来波虾仁诛心呐、啊！给你个肥皂 ，Q 一下，一上来 A 一下，打个爆破，我们怎么？我要进行到零。哎，蜘蛛那抠算不算土进呢？我还分着一层塔皮，哎，舒舒服服。我还分了一个塔皮。我走了。狗熊的坑都算的，是吧？先来个板甲，带个扫描，这把还得出点魔抗，先出个巨酒吧。哎，这有个红，把红拿上是加入月法。现在我们两个选择，一去下路直接拿个三杀，二我们回上路吃一波兵线，我觉得我还是吃兵线吧。你这不碾死了吗？全死了，挺好，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。我把二塔拆了呗。先把他们养肥了，这样我们就无敌了。我给你个肥皂，抠一下，一上墙平 A 接抠走，太拉，不给你个肥皂，同样是德玛西亚人，咱们技能放的能不能准一点，稍微。还能不能放着一个技能了？犯病了是吧？哎呦，我被他 Q 的了！哎呀，奇耻大辱！
走回家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天哪，这可太吓人了，这大刀就拿出来了。我说实话，你俩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我。我要是去赶客去的话，我们家这上路没人守啊，所以我决定把这边高地给推了，这样就不会出现我们守不了塔的现象了。先把线儿推一下，蓝 buff 刷了，我去打个蓝去。走吧，打波团吧。这波把对面一团灭就完事儿了。把这亚索给杀了，嗯 ，Q 闪杀蜘蛛，嗯，杀完蜘蛛拿小龙，四换一可以接受。哎，我来了，这可跑不了。推波中吧，要不我放个峡谷，俺们推波中。这波记住爆破不要用啊，爆破下一波再用，细节一点。好，不用细节它也没了。走吧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这走呗，你谢谢我吧小伙子。死啊！还烧不烧？真烧啊！真烧，蜘蛛真烧！好大！起飞！上墙！先杀这拉克斯啊！这不没了吗？能不能再多玩一会儿？哎呀，我太烧了，这女警，这怎么回事？
抽一下，行嘞，意思。这么的吧，我把他们都锤飞。